嗨，欢迎收看最有感觉，我是洋洋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在繁华的魔都上海，竟然还保存着一座完整的明清古镇，并且最古老的建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了。到底这座古镇如何做到在摩登气息浓厚的魔都周围做到与世无争、安静闲适的呢？枫泾古镇位于上海市西南，与沪浙五区县交界，是上海通往西南各省的最重要的西南门户。枫泾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历史上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，素有吴越名镇之称。枫泾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，古镇周围水网遍布，镇区内河道纵横，古桥有52座，现存最古老的是元代治河桥，已经有近700年历史。古镇就有古街，其中和平街、生产街、北大街、友好街四处最受游客的青睐。元朝至元12年，枫泾古镇正式建镇，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集镇，镇上河道纵横，素有3步2座桥、1望10条港的称号。它又被称为清枫泾、枫溪，也被过往旅客叫做芙蓉镇。2005年入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除了美景，古镇不缺美食美酒，金枫黄酒、枫泾钉蹄、状元糕、豆腐干四大土特产，被称作枫泾四宝，成为游客古镇漫步、水乡用餐的必备佳品。来到这里一定要尝过才算不虚此行。最有感觉，让旅行更好玩，下期不见不散哦。